我还是不良马丽。他下去再上来，我真的不认得他哎。那一瞬间，我是想说，不要拍他，不要拍他，他是一个偶像。你刚才头发洒下来，真的像什么妖怪？对啊。感觉好像是很丑，我只能回去看回放。我现在看一下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回家卸完妆就会觉得哇，自己好漂亮。因为我刚刚就是看到丰田卸完妆之后，我一瞬间觉得哦，原来丰田这么帅，太久没看到他的真面目了。OK 啊，值得。大人，哇，大人太强了，太强了。这个综艺效果是我没有想过的，完全是对这一整集的爆点。对。我一直不知道他其实是秃头。大远，以前有买过写真集，应该有一部退定潮。你有头发哎，你要装好了。现在这样我是有意思，有开白。没有没有。是有认识。有威廉，好笑。你有吓到？你有吓到？如果大远是用这个造型来跟我相亲的话，我会请他好好的回蒙阿波去。大远如果用这个造型，一开始就来加入三国志，应该会马上就成功，就不会有女团的后续了。你想问什么？你那是整个豆头菜，全部了。欧巴。